男神朴宝剑跟 New Jeans 成员 Daniel 23日受品牌之邀现身台北101，大批粉丝为了见偶像一面，早早就在外面排队卡位。年仅19岁的 Daniel 身穿一袭咖啡色短洋装，露出纤细长腿，甜美又可爱。朴宝剑则是穿上银色刺绣老虎纹两片开襟外套，搭配黑衣黑裤，化身帅气黑马王子。亲切和媒体以及粉丝们挥手打招呼，还不忘照顾楼上的粉丝，实在超细心。暌违五年在访宝岛，朴宝剑展现满满亲和力。出发前先是透过直播宣布将要来台，22日晚间一抵机场，为了和粉丝近距离见面，不走贵宾通道，直接入境，还一一收下信和花。看到小小粉丝特地蹲下来签名，朴宝剑足足和粉丝互动7分钟，离开前不忘再回头挥手和大家说拜拜。还有人注意到朴宝剑在包包上挂了5年前台粉送的徽章，让粉丝们超级感动，只能说欧巴这回真的暖出新高度啦。